车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你眼神里那一种光泽，心里还是热热的。今天多了一点私心，好吧，来小虎，加油，好吗？我们这个说要带你登上最高峰，没想到你飞太高了，你把我们追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台上见，好吧？好，好，3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绑不起来，把它扯起来，必要站，有没有看硫磺岛？硫磺岛，你牵着我的腰呢。啊！我们来了，何文山又怎么样？你让我们不来就是了吧？轻轻不舍，舍不得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，只是你借给我的。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的灵魂儿是一公克，因为你而完成了，完美了。恭喜入围最佳综艺节目，不是啊，益智级实境节目。因为他那个奖，连我们行家都不了解，他那个最强，但是不管不管，反正有幸能够入围，今年多了一点私心。好吧，还有小虎，加油，好吗？我们这个说要带你登上最高峰，没想到你飞太高了，你抓不回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台上见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伟哥跟我，也是说这辈子，应该说伟哥最后一次有机会入围金钟，然后得金钟奖。他已经往前一步了，就最后一次入围。确定入围，对对对。那是否可以最后一次拿一个奖？那就看。这个也是打击到我，但是终究没有办法。人生就如舞台啊，春夏秋冬，悲欢离合。人生就像车站，它就像飞机场，有人来，有人走。那没有办法，我们留着的人，我们尽量做好我们分内该做的事。等等我。我们要一起登上最高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